三魂技，毛影三分。速度好快！干嘛？很好，你有资格接受我的考验。再来，九宝有名，一曰力，二曰速，三曰魂。很好，这个招式只是融入七武魂。化剑为一，他要跟与剑斗罗相似的人气合一，不容小觑。戴老大小心。第四魂技，白虎流星雨。太诡异了，我的攻击像是落在了不磨灭的金属上，只防守不攻击，不对劲。大老大转防御，白虎护身阵。第七魂技，武魂真身。这是他的第八魂技，他的长矛通过武魂真身频率攻击，甚至吸收部分攻击能量再反弹能量。戴老大，你抵挡得住吗？没问题，还好刚才我们快速退后，没有正面迎击。攻守得当，你们似乎很了解我的魂技。您猜对了一半，我们确实有一个指导军师，但不仅于此。可笑，什么样的指导能够弥补魂力上的巨大差异？你们很快就能见证我的绝对实力。奇怪，长矛怎么自己弹出去了？情况不明，不能追击。这是内蕴领域，没想到他也有领域。戴老大，他在吞噬海水中的能量，赶快攻击！第二魂技，白虎烈火波。有月增，看上去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朝戴老大的柔弱倾斜。没那么容易，他竟然人王分离了，这是超的哪出？幻之空间，用幻境隐藏自身，看来你们的军师很了解我。还要干什么？这难道是他的第九魂技？来，一起蛟龙贯日，已经动地撼天。那鲁克帽果然名不虚传。既然你们不出来，那就由我进去。戴老大，就是现在，柔柔，
九宝有名。第九魂技，起念，大海的叹息。第六魂技，白虎破灭杀。请被直接击破。海矛斗罗的第九魂技是单体攻击，一旦锁定无法逃脱。怎么会这样？你的同伴已被我重伤，而我也被他重伤。我承认这场挑战我们打成平手。等等，什么？承让了。刚才圣柱台上攻击你的是我的分身。我第一时间解除真身，潜入了海中。你还好，弹幕白时机把握得很准，可真是替他捏了一把汗。他们吃了我的镜像肠，复制了你的幽冥影分身。你的攻击确实强大，在海神岛上能够正面阻挡的恐怕只有海神斗罗波塞西。是你？你们魔魂大白鲨，你也是他们的军师，你可知道你不能在海神考验时指导他们。不是他，他只是在考验前给予了我们指导，是我在考验当中预判了你的每一步。如何预判？您稍后自会明白。也就是说，虽然表面你们二人与我战斗，但背地里还有其他人辅助。最后一击时，为何白虎破灭杀会突然从正面攻击变换成侧面攻击？又是谁的辅助？前辈，您误会了，不是别人，是我的幻之空间具有迷惑性。我最后一击的威压在幻之空间领域的作用下变换了方位，相当于将我攻击中的压力与实际攻击力分开了。原来如此，这么多年我与其他圣柱斗罗对战中，因为太过熟悉彼此招式，渐渐放松了对对手的戒备心。宁荣荣，海神第五考完成50%。戴沐白，海神第五考通过，魂力提升一级。太好了，我突破80级了。80级，看来我输的也不算太冤枉。